pilot we ever had. And this is the mission we were trained for. We have a plan to find a planet that can habitate the people that are living on the Earth. You have no idea when you're coming back. I'm coming back. Every hour on that planet would be 7 years back on Earth. No, you're not prepared for this. Our mission does not work if the people on Earth are dead by the time we pull it off. You might have to decide between seeing your children again and the future of the human race. All right, Enrique! Hang on! We'll find a way. 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全新打造蝙蝠侠推出黑暗骑士三部曲的导演克里斯多夫诺兰本周推出科幻巨作星际效应，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两位影评人张彦拓与杨元林为我们分享。首先为大家介绍彦拓，彦拓好。凯英好，大家好。第二位是我们的影评人杨元林，元林好。凯英好，大家好。两位都是诺兰的影痴哦，影迷，所以有很多可以分享的。首先请彦拓帮我们介绍电影本事好不好？好，我想这部片我们在不透露太多剧情破坏大家乐趣的情况之下，可以讲的实在是不多。是，那大家刚看过预告片，其实大概可以理解它。星际效应这部片，它设定的是在一个也许很近的未来，或者也就是跟我们差不多的一个时代，但是它假设地球上的粮食都已经出现危机的时候呢，那人类这时候该怎么样想办法存活下去？那由马修麦康纳他演的这个男主角，他就临危受命，他们变成一群太空人，他们要到上外太空去寻找另外一个可以让人类居住的星球，大致上是这样的设定。那但是这个故事的一大部分的重点是在于这位男主角呢，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他是个父亲，他有两个孩子，而且还有一个十岁的女儿跟他感情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当他要踏上这个不晓得能不能回来或不晓得多久才能回来的旅程的时候呢，其实他要放下自己的孩子，然后要为他们找一个出路的这一个心理的纠结，才是整个星际效应的故事的核心。对于这样一部科幻的作品而言，星际效应它首先它既不是那种出外去冒险要去寻找未知文明的那种太空片，那它当然它也并不是一个战争片，所以它既不是 Star Trek， 它也不是星际大战，也不是 Star Wars 那种感觉，但是它的特色是在于，这个故事还要讲的是，当人类当你面临一个你为了要活下去，那你必须要出发去寻找另一个可能性。那当你为了要让你所爱的人活下去，而你必须要离开他们，所以这一路上时时都在想着我要能够回家的这样的一个旅程，我觉得才是这是的确是这个故事的最重要的一个心理的感受。所以是一个全新的科幻类型片，确实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我们过去说科幻片就是 sci-fi 嘛，就是有 science fiction， 一定会有虚构的部分。但是星际效应里面，其实有人说它是 sci-facts， 里面有非常多符合现行的科学的理论基础。所以元林，我们进戏院前有些希望知道哪一些科学知识帮助我们进入星际效应呢？其实还蛮多的，还蛮多的，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如果大家有看什么《生活大爆炸》啦，这种，就最近很多关于，比如说量子物理学啦、虫洞啦、黑洞啊这些词汇，其实在我们生活周遭都不断的出现。那但是这些词汇，背后实际上面的科学理论的背景是什么？依据是什么？这部片诺兰在处理这部片的时候，可以说是还特别找了这个量子物理学的专家来作为顾问哦。然后等于说，不只是替科幻片建构了一个真实的物理，量子物理或者是科学的基础，另外一方面也变得是透过这个，我们现在听到的什么虫洞。虫洞其实不是洞哦，它是一个桥。那黑洞当然是一个洞，但是它是一个洞还是很多个洞？其实基本上，我觉得这部片，在某些时刻，其实我们在进戏院观影之前，可能你事前知道一些些关于这些的知识啊，比如说所谓的虫洞啊、黑洞啊，在这部片里面所套用的部分，很重要的一个其实也是在于，就是说，
太阳系我们所居住的星球地球，是不是我们已经知道它不是这个宇宙唯一的行星系？当这个宇宙出现了大爆炸，或者是缩小膨胀之后，不能够居住之后，我们要如何向外探索？如何进到另外一个星球，或者是进到另外一个宇宙里？那很多时候就说，就目前其实还未被证实啦。就是透过黑洞理论啊、虫洞理论，好像可以建构一个平行时空或者是五度空间的一个轨迹，让我们跳跃进到另外一个时空的状态里。那我想这一点可以说是我们在进戏院之前，如果你稍微的知道一点点，可能在里面很啰啰嗦嗦的，就电影里面在试图介绍或解释这些理论的时候，你可以先放空，享受一下诺兰的这个视觉上面的这些处理啊。尤其这部片，它一向大家都知道，诺兰是这个IMAX 控啊，他非常的爱用 IMAX 70mm的方式来拍摄啊，所以这部片里面也是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了，用了70多分钟的 IMAX 的拍摄啊。然后你可以去感受到这里面所呈现的所谓星际或者是太空或者是所谓的宇宙的那个视野是什么。那另外一方面也是来自于，就是说所谓的时空旅行或时空跳跃，或甚至是去前往星际探索另外一个宇宙，那这背后的根源可能更重要的还是回到刚刚彦拓所说的，其实还是来自于人对于自我未来的一种憧憬，或者是一种探索。那个探索可能来自于对家人的爱，或者是你对于想成为英雄，好，或者是想要解救全人类这样子的一个热切的热情。昨天听袁林说，就是有关于时间是会受到重力影响，对不 对？在太空当中，时间的概念不是我们所想的线性的这样子的状态。袁林可不可以多说一下？大家如果有看重力，就是 gravity 那部片的时候啊，我觉得重力这个词最近尤其在科幻电影里面不断的被讨论，但我觉得更希望延伸出去的反而是，就是重力这个词其实也就抽象意义来讲，也变得是来自于人跟人之间的一种引力了，会稳稳的扎实的踏在这个地球上面。可能那个重力一方面当然是来自物理科学本身实际的那个重力，另外一方面其实人的心或者是爱或者是那个情感也是这个部分。那我想这部电影里面很有趣的是，它更进一步的去诠释了这个部分。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说很多关于虫洞或者是这个时间的这个部分的讨论，所谓平行时空这件事已经被很多物理学家来承认来讨论了。就是说这部片尤其是它开启了一个，就是时间它其实不是一个直线的，它可能是会扭曲。那扭曲的结果可能是来自于黑洞或虫洞的磁性的影响。所以当时间变成扭曲的时候，不同空间，我们可以说啊，这部片如果你要把它拍成恐怖片啊，也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就说那个鬼魂啊这些的，其实就某种科学的角度来讲，它其实是两个平行时空，在不同的或不同的空间，因为磁力或因为时间的影响而有了什么样的互相干扰。那最近也非常多什么回到过去啊、蝴蝶效应啊这样子的影片，其实他们的科学基础往往都来自于这个对于时间解读上面，它不再是线性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在这部片里面有了还蛮有趣的一个发展跟应用。这部片当然还是很迷人啊，而且就是一贯以来更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了，就是说诺兰对于所谓科技电影视觉、电影科技的一种坚持。 Control Freak 的人才会这样子做，才能够理解。对，诺兰是 IMAX 控，其实他对于真实拍摄也是有一个超乎常人的坚持。那彦拓可以帮我们说他个人的风格，还有他的拍片的事迹吗？听袁林讲的这样，就是非常的热切跟非常口沫横飞，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诺兰会吸引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影迷。那我想从两个部分来看，第一个是诺兰他本身自己拍片的，
它的故事的主题，我觉得它是一个对人脑以及人心，你说比如说意识与潜意识啦，比如说梦境与真实，那像或是记忆啦、创伤啦、弥补啦这样的东西，他对这个东西是很着迷的，所以在他的作品里面，你都会看到那种处于一个很偏执或者是陷入某一种执迷的状态的人物，那他们不管是对内或者是对外，你不管是全面启动或者是星际效应这样子，他们要去找到一个出口，要去解自己心里面的某一个结的这一种东西，我觉得当然就故事面而言，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那但是另外一方面，跟他的这个故事上面对内心很坚持的这一点，他的拍摄上他却又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矛盾的张力，就是说诺兰他本身他是一个非常在乎，总观而言我觉得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在乎写实的人。那这个写实这件事情，比如说放到刚刚讲的 IMAX， 或者是像诺兰他本身他是很坚持要用胶卷传统的电影 film 去拍片，他都坚持不用数位的摄影机，那他觉得我就是要在传统的光学的摄影机上面，然后在胶卷上面才能够拍出他不管是从小到大他看的那种科幻的那个光线的质感啦，那或者是像刚刚就有提到说他坚持他从应该是黑暗骑士开始吧，他就迷上使用 IMAX 的摄影机，然后那个超大台的摄影机，他为了用那个摄影机，他要改装他的很多拍摄的时候的设备，然后要把那个摄影机装在什么一个喷射机的机鼻上面，就为了要拍一些空拍的画面等等，他追求的是那个很传统的大场面的那一种气氛。那但是偏偏今天他拍的又是科幻的东西，那所以这就会造成，譬如像诺兰很有名的是，其实他非常讨厌电脑动画，对，所以可以不用动画，他尽量就是不用动画，而且他非常讨厌绿幕，像片中有那个太空船，然后他们几个主角在太空船里面，那看外面的那个星际宇宙的那个画面，那个画面当然必须要是画的，可是诺兰他就很坚持说，那个画的那些东西是特效小组先帮他画好，那画好之后呢，他是真的打造了一个实体的太空船，让这些演员坐在里面，然后他把那个外面太空的画面把它投影在那个太空船的舱外，所以就让那些演员真的可以看得到那些画面，他们真的觉得置身其中，然后去演出他的那些表情、那些反应。对诺兰而言，他至少要捕捉下这些东西才是他的真实。那除此之外，在星际效应像他的一些坚持，譬如像片中有那个玉米田，说据说他光是为了拍那个玉米田的戏，他也不愿意用动画去画，所以他就派人真的种了500亩还是多大的一大片玉米田，然后所以你就要花几个月在那边等那个田真的等那个玉米全部都已经长好了，对，然后他们才真的最后剧组全部都只能吃玉米，对，然后他们最后还就一把火把这个东西烧掉。那或者像譬如他在这部电影里面的包括太空船的那个造型那个模型，像因为像之前在黑暗骑士系列的时候，他最一开始第一集的那个蝙蝠车就跟以往我们看到的那个提姆波顿那种蝙蝠车完全不一样，那因为诺兰他自己很坚持他们剧组做出来的那个车是真的要可以开的，然后真的叫特技员就在里面开那个车，然后后来第二集的那个蝙蝠摩托车也一样，那都是真的可以骑的，所以他很坚持他的工业设计这一面的那个东西就要是真的是可以使用的，所以在这个电影里面包括太空船的造型啦那些他都很坚持这个写实的部分，那当然包括在预告里面刻意被藏起来的角色也是跟这种工业设计的东西有关，那我相信大家去看完之后都会觉得很惊喜。你要爆雷但是不是對，但是像那样的东西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我觉得的确是他的很重要的一个风格。是，那接着我想请两位启动你们的影痴的这个身份哦。就两位其实刚刚都已经讲了诺兰导演他吸引的地方，那我想个别请你们说一下，就是你对诺兰为什么他在你心中占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呢？可不可以讲一下他之前的作品？我觉得我还蛮同意刚刚燕拓说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反过头去看诺兰所有的作品，什么记忆拼图啦，然后黑暗骑士三部曲啦，或甚至是就是说他全面启动啊，就是就这些片名或者这些大制作来讲，
严格，我们不会严格说起来，不会把它列每一部都不会把它列入所谓的写实电影，但是我觉得真的还蛮赞同燕拓说的，骨子里他真的是一个写实的人，他企图在这样子好莱坞的规模里面去创造一个所谓的真实，就这也是电影之所以迷人的部分，就是说我们不可能真的，可能真的会啦，好，星际旅行，但我们不可能长得像马修麦康纳那么帅，我爸也不会是马修麦康纳那么帅的人那样子，虽然私心非常的期待那样子。好，然后真的回到了星际去，然后完成什么样的任务，然后或者是也不会是像是黑暗骑士里面，然后面临那样子的一个人性啊，或者是生命的那样悲惨命运的这样的纠结，可是这些故事都是存在于电影中的。然后诺兰电影我觉得对我来讲最迷人的一个部分也是他让他们成真了，就不管是恐怖的、惊悚的、类型的、科幻的，或甚至是来自于比如说全面启动是来自于你意识跟潜意识的一种对话，那你的意识跟潜意识如何的在现实中成为一个真实的场景，就是说他在既有的真实之上去或之中去建构了一个属于电影的真实，那样的电影真实其实就更这样子的定义底下，他真的是一个写实主义者哦。嗯，那他把他脑中的那样的想象成真了，那这样子的东西在这次的星际效应里面，其实坦白说我自己对于这部片的喜欢还是不喜欢啊，还有点点矛盾，因为我觉得这部片当然还是很迷人啊，而且就是一贯以来更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了，就是说诺兰对于所谓科技电影视觉电影科技的一种坚持，就像刚刚燕拓介绍的这么恐怖，真的是 control freak 的人才会这样子做，还能够理解。对，好，那但是在这样的坚持底下就会让我觉得真的科技始于人性，你知道吗？就是一切都还是要回归到人性跟人的情感的那个底层，那这个变得是我觉得这次在星际效应里面很迷人的部分，但是也是相较于诺兰之前的作品，我觉得他自己好像也不太确定了，我们的未来是不是真的能够他脑中的那个未来好像也不是那么确定了，然后对于所谓好莱坞制作能够再现出一个什么样庞大的视野，或者是那个庞大的视野怎么样 touch 到我们内在的灵魂，这中间所有的过程我觉得它不确定，所以也变得我到底喜欢还是不喜欢这部片，好像喜欢又好像不喜欢，也开始不确定起来。过去当很多人讲到诺兰的时候都觉得他会拍很男性的东西，他会拍很科学或理性的东西，但是觉得他没有那么感性的时候，那时候我就会很期待看到像《星际效应》这样的东西。但是燕拓应该是正方的代表，对不对？燕拓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诺兰，还有你对《星际效应》的想法。如果要我挑我最喜欢的，大概很直觉还是会选《黑暗骑士》三部曲，而且我会觉得这三部是合在一起，你根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把它切开看。那当然，它背后的原因其实就是刚刚袁宁讲的，因为诺兰他是一个，我明明是在讲一个科幻，或者是我明明是在讲一个虚构的很戏剧的题材，但是呢，他就是把这里面的尽量把它放到真实世界的人会有的反应，真实世界的社会会有的反应。所以当2005年我们第一次看到开战时刻的时候，虽然里面还是有那种奇幻的成分在，但是它里面的人物的那个写实的那种深刻的那个情感，我觉得是很惊人的。那也包括他把它带到真实社会里面，所以即使譬如像第二集《黑暗骑士》，你可以看得到它融合了犯罪电影，融合了在讲社会体制、讲社会人性、那讲善恶的辩证等等的这些东西。直接归功于说，如果没有那时候的诺兰拍了《开战时刻》，就不会有现在我们在整年的好莱坞的大片拍下来，几乎全部都是
漫画英雄电影的这一种盛况，美漫不可能再起来，对，根本的确就是由诺兰所带起来的这一个风潮。那而且另一方面，你也同时在他的电影里面，你依然会看到那一些漫画英雄的那种趣味，就是不管是热血的也好啦，科技的也好啦，那角色的魅力也好，这些东西的确都是他带起来。但是也很有趣的是，前阵子我其实才跟一个同学在聊到这件事情，就是他在问我说，我觉得现在你在好莱坞，虽然我基本上也是非常喜欢看现在每两三个月就有一部的这些漫画英雄的电影，而且坦白说他们有很多也都拍得相当好看，故事而言，角色而言，魅力而言，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整个好莱坞工业而言，或者说对全世界的电影未来而言，我觉得不太称得上是健康的。因为当大家发现说这样的作品比较容易赚钱，然后比较有把握改变这些大家熟悉的角色就一定不会亏，然后都往这个题材去靠拢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近几年的好莱坞的这种上亿一两亿以上的大片完全没有改编任何东西或完全不是续集的题材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对，但是反而诺兰他自己呢，除了黑暗骑士之外，他拍了全面启动，他拍了星际效应，完全就是一个无中生有出来的全新的题材，而且甚至在叙事上都让我觉得他这两部片都不太有过去的科幻片也好，好莱坞动作片也好的叙事结构的一个影子。对，所以当他去做他自己又是那个完全做创新的人，然后等于是他我会觉得很有趣的是，他有点像又站在风头上要去抵抗那个曾经过去是因为他而带出的风潮的那个风潮。所以真的喜欢诺兰的人，很多人会觉得其实他的第一部片记忆拼图就是他目前为止故事上可能最生猛有力最厉害的一部片。但是当然我也很佩服记忆拼图，但是我会说比较起来呢，我可能又更喜欢全面启动。他是一个诺兰自己就像刚刚袁林说的，到了星际效应他好像没有那么确定了，但是在全面启动的时候他是非常笃定的。对，我想出了一个世界，然后这个世界有他的一个规则，而且这个规则也许他自己觉得我已经把他想透了千百遍，所以我对他非常有信心。所以呢，他在讲这个规则跟建构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很有自信的，在我就是把这个世界交给你们，然后让所有观众学到新知识或学到新规则的方式，然后近乎膜拜的那个角度去认识了他的这样一个世界之后，然后你再在故事的后半你去享受他借由这些规则去颠覆他，去整个玩出一个非常精彩的戏剧魅力。我想这个是全面启动对我来讲最重要的魅力，他对于喜欢动脑跟喜欢了解规则然后玩游戏的人而言，那是一个很过瘾的过程。但是另一方面，我当初看全面启动之后，我后来反复看了几次之后，我觉得它更吸引我的其实是在这整个看起来很理性的规则跟整个故事的结构的核心呢，其实它要讲的是男主角的那个角色对他的妻子的，就像我刚刚要说的，那是一个心结，那个解不开的心结，然后那个心结是怎么一回事，那他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心结，那个感性的东西，那个甚至是诺兰过去不太处理的爱情的东西，你在《黑暗骑士》三部曲都几乎不太有看到这样的东西，但是在《全面启动》的最核心，我觉得那一个东西被他放在最里面，当作主角的最重要的一个心理驱动力，那个东西是让我很感动的。那也是让我在过去当很多人讲到诺兰的时候，都觉得他会拍很男性的东西，他会拍很科学或理性的东西，但是觉得他没有那么感性的时候，那时候我就会很期待看到像星际效应这样的东西。那这东西也的确让我在星际效应看到了，所以这是我觉得他，你可以说他的过去对我看这部片而言最重要的影响。那今天非常感谢彦拓跟袁林帮我们分享星际效应，谢谢两位，谢谢。谢谢。